石头，石头！还愣着干啥？快上来！ 哎，我兄弟咋样了？离死还远着呢，毛还没长齐，就赶上日本人。地面上没见过你们，哪个堂口的？报上三师的姓名。听不懂你说啥？不是本地的吧？家里闹饥荒，鬼子进了我们村，我跟石头一路要饭要到这儿的。要饭的？要饭的咋了？要饭的好啊，我也是要饭的。 帮主饮罢糊涂浆，小辈，还不快快给帮主磕破狗头！一拜先祖大师傅，二拜帮主为名师，三拜饮师娄子汤。你二位可知三师姓名啊？先祖师傅范丹爷，帮主名师韩曲虎，堂主饮师胡麻子。 如若违反帮规，这竹筒、锥子刀就是剜眼穿耳砍鼻用的。你二位需走排刀打砖、钉头叫接、数来宝、背搭子这六行，才能成为我丐帮的正式弟子。入帮后若违反我丐帮师兄十戒，定当以帮规论处，绝不轻饶。 大当家的，您找我？温家大小姐病了，吃不下东西。温老爷让找个童男子，给他偷个名字去去晦气。啊，你堂口童男子多，找个机灵点的，把这事办了。好。<笑>没问题，麻子哥，这事交给我吧。 掌柜的，铁铺大掌柜，您看您这生意真是红红火火呀！给碗水喝，我两天都没有热水喝了。屋里有水的，自己去。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<笑>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下好了，<笑>连要饭都要不成了。哎。
这可是在你们家台阶上摔碎的，荷花，啊，进屋给他拿个碗。不行，这碗太好了，我不能要，弄脏了。没关系，这是我的碗。 送给你了，喝吧。哎，啊，对了，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小六子出头之日一定报答你。就算报答不了，也记在心里，求菩萨保佑你。这不算什么了，不用报答，我叫荷花。 哦，哎，文家那么有钱，干嘛还要人家的一个碗啊？这是本地规矩，偷穷人家女孩的名字，再用她的碗吃点东西，病就能好了。让他回去吧，带他领一半赏钱。是。 哎哎，走吧。是什么事啊？平常只有一半赏钱，不行。哎哎哎哎哎，你事儿没办成。咋了？名字不愿意叫，嫌土，饭还是不肯吃。文老爷，这种臭毛病就得治，我有办法，让我试试。哎，小兄弟，可别在这说笑啊，赶快走吧。哎，等等。 你试试。哎，你饿死鬼托生啊！阎王爷的事儿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挨饿，放着这么好吃的东西不吃，那就是笨蛋、傻瓜。有啥好吃的？ 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好吃，好吃的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有那么好吃吗？要不我也尝尝。快去，成饭呢！哎，不能这样的啊！这些说好了都是打赏我的，你们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？你，哎呀，你还想吃独食啊，爹？ 小家花子，你就给小姐吃点吧，啊，不够的话，我让厨房再给你做。好啊，想吃吗？嗯。哎，我叫你声荷花，你应了，我才给你吃。没问题。 荷花，哎，八九十，走。 用点劲儿！太君，能拿的我都拿出来了。赵老板啊，你不是个不老实的人呐。老陆，你能不能拿？你能不能拿？啊！ 你看清了，真真切切，这话我还敢乱说呀？日本人走了以后，到他们家的很屈辱。荷花。
你咋要回来的？我们穷家行的手段你不懂。不过，我告诉你，我小六子绝对不会骗你。你送给我的东西比啥都金贵，我绝对不会弄丢。就算是丢了，天涯海角我都给他找回来。不过，你送给我的东西，想要再要回去。 小叫花子，小叫花子，和我去放风筝，走。对不住，小叫花子，我没空。没空？没空，你还和这个臭丫头在一块儿？你要干啥？ 文大小姐，当年我为了救你一命，骗了人家的名字，还偷了人家的碗，现在自然要帮人家打铁还债，所以，我是真没空陪你这文大小姐。不就是个破碗吗？用得着你打铁来还？我让爹赔他们100个总行了吧？我呸！这叫人情债。哦。 对了，文大小姐闺房不出，自然不懂这些人情世故。啊！石头之后，再服另一半。明天端午，辰时，歇歇糊涂。告辞。 赵四，哎，你真想好了跟我冒这个风险？麻子哥，我赵四能跟着您混，命早就豁出去了。事成之后，我必将肝脑涂地，尽心尽力辅佐大哥，执掌丐帮。帮主这位子，在我麻子心里头。 那就是个屁！你知道我最恨日本人，我不能看着丐帮弟兄们糊里糊涂的跟着韩居虎当了汉奸。是是是，丐帮弟兄跟着麻子哥必成大业。田六子，最近这几件事干得不错，看来麻子把你调教的越来越好了。 啊，想要什么赏啊？想要是吧，就跟大当家的说，大当家的一向赏罚分明。大当家的，小六子能为帮里办点事儿，是小六子的福气。小六子吃的饱，穿的暖，不要赏。<笑>小子嘴巴还挺甜。行，麻子，带小六子到账房领两个大洋。是。谢大当家的。<笑> 帮主，该动身去拜门子了。咱先去哪儿啊？还是老规矩，先去斜街胡同文老爷府上。好，走。哎，丐帮拜门子喽！我挨过打，受过骂，好歹学会了江湖话。 江湖话，江湖口，走遍天涯，交朋友，说朋友，贫穷当过快马手，贫穷当过马手快，好汉出在了瓦岗寨，瓦岗寨大有名，走个马地叫罗成。啊！帮主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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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能了了！边界那边杀人了，死了好几个乞丐呢，还有个乞丐头呢。
让我来。好。 马子哥，你现在在帮主的房间养伤。我刚才迷迷糊糊做了个噩梦。哦，我梦见老虎吃人了。老虎从不胡乱吃人，吃人必是有原因的。小六子。 你相信我吗？丐帮里，我最信马子哥了。啊，要不我也不会把做的梦告诉你了。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有人想给日本人当狗，你说他该不该杀？哪怕是他。 什么？小六子醒了吗？大当家的要见他。大当家的，您没事吧？嘿，几个小毛贼能拿我寒区壶怎么样？没事。小六子，你的伤好点吗？啊，好多了。 大当家的，跪下！你今天救了我的命，我得知恩图报。麻子是你的隐士，我今天特意请他来，让他做个证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韩曲虎的义子了。刘总。 这可是你的福气，还不给你爹行礼！爹爹在上，小六子给您磕头了。<笑>来，啊，你是我儿，我得给你起个名字，就叫你韩振山，怎么样？啊？ 韩振山，好名字。多谢爹。志山啊，我今天是被人算计了，眼睛被眯了，我没看清楚什么人。你和他们交手的时候，发没发现他们什么来路？我当时一门心思救爹，别的啥也没注意啊。 这是啊，这几天你就别回铁枪庙了，就住在我这养伤，这样也安全些啊。是，爹。<笑>说吧。 是不是铁枪庙那个王八蛋让你们来杀我的？好，既然他们自己人都反水，还讲什么江湖道义？我说，他只求带回来个痛快。
真没想到你要杀我，韩去火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是日本人的汉奸走狗。马子，咱丐帮行事是要讲凭据的，你说我是汉奸。 你有凭据吗？你帮日本人干事，你有人证物证吗？韩去虎，你敢做不敢当？我胡麻子说话行事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胡麻子，我看你是故意往大当家的头上泼粪呢，找借口杀大当家的。 其实是你自己相当帮主，你们说，这种吃里扒外、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该不该杀呀？杀！杀！呸！你个王瘸子，你除了拍马屁就是血口喷人。帮主，胡麻子违反帮规，谋害帮主，请知帮规。知帮规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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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，请您手下留情。 是朕，他要杀我呀！要不是你救我，我这会儿已经死了。胡麻子以下犯上，的确该死。可是爹，胡麻子毕竟是当年跟您一起在乌城打江山的元老功臣呢，这次肯定是胡麻子误会爹了。既然是误会， 爹，您就饶了他吧。麻子，今天我儿替你求情，你死罪可免。秦都统。 大当家的，您就这么放过胡麻子了？我不杀他，日本人也会杀他。哎，还是大当家的厉害啊！哎，不过看来这帮里头有不少捻子恨日本人，咱又当了大伙的面，说没给日本人干事儿，这以后要是露了底儿，可怎么办呢？过几天，武天太君就把枪给我拿来了。有了枪。 什么都不怕。哎，对呀，那我这就去找武田队长。石头，马子哥咋样？刚来醒了，又晕过去了。韩去虎果然心狠手辣，这老狗要借日本人的手杀了马子哥。日本人？石头。 你得赶紧带马子哥躲起来。这往哪儿跑呀，哥？你看马子哥都伤成这样了。何华，去和华那儿，现在只有何华相信得了。行。何哥，有人来了。说。哎，好嘞，哎，拜托了啊！千万别做了风声啊！有机会我就送马子哥出城。快滚！ 快点！哎，江，
呀，耍帮主啊！胡麻子跑了，跑了！镇神啊，白天你为胡麻子求情。 晚上你又在他那儿受了伤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都知道，胡麻子救过我的命，我要是不站出来的话，兄弟们都会觉得我忘恩负义。可儿子知道，胡麻子始终是爹的心腹之患，所以我想趁晚上神不知鬼不觉，悄悄给他宰了，给爹拔了这颗毒药。 可是我没想到，他还会装死，冷不丁捅了我一刀。爹，儿子办事不力，让虎麻子给跑了，请爹责罚。这是，你有这份心思。 早点回去休息啊，爹。那儿子走了。 都还没醒，我觉得很沉。先回忆，这凶多吉少啊！陆哥，要不咱们带荷花把麻子哥走吧？难道你真想跟韩秋和狗汉奸干？现在日本人和韩秋干了个面，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哎，哎呦！哎哎。 给日本人的大米和白面送去了，哎，早就送去了，哎，说看在这些大米白面的份上，宽限咱2天。你没跟他们讲？哎，没枪我没法办事。说了，哎，日本人说，过2天就给咱装备一批枪。哎呦喂，那就好。哎，有了枪，我就好办事了。啊！哎哎哎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！ 爹，好功夫！你啥时候进来的？刚进来啊。咋了，爹？少当家也得懂规矩。以后让下人先通报一声。知道了，爹。啥事儿？啊，爹，这个月初十是您60大寿，可日本鬼子现在管得严，市面上不安定。 您看，还大办吗？办，当然要大办。要不然那些商会的钱，咱怎么说啊？让丐帮的兄弟们还只能过日子。日本人，日本人管天管地，还能管着你爹过生日了啊？是，哈哈哈哈哈！大办，爹，大办。 多谢多谢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多谢多谢，里面请。哎哎哎哎，李放旁边红包给双帮主，多谢多谢诸位啊！哎呦呦呵，来了啊！来了，哎哎，多谢诸位啊！来了，赵当主，招待一下。招待一下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请请请。 大日本皇军真是雪中送炭啊！哎，有了这批武器，我丐帮一定协助大日本皇军把乌城的治安治理好。希望韩帮主早日抓到反日分子胡麻子。
一定。 行啊，黑桃，没个老子吹牛啊！啊，看来在丐帮，也就你有这两下子。哎，我这条老命也。哎，赵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重要的事跟帮主说。帮主，说，胡麻子可能就在城东铁匠铺。 啊，哎，就是给文杰小姐偷名充晦去的那家，他家合伙跟咱们家少帮主那还算是青梅竹马的。决定，八九不离十。哎，还真跟他有关吗？你把这消息告诉日本人，让日本人去处理。 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啊！干什么？你们呀，你们！何藏凡人，杀日本敌人！我的裤子啊！你们不能就这么毁了我的裤子！啊！啥？ 那天跟你见完面之后，麻子哥就不见了。会不会是你爹，看麻子哥给报关了？不会，我爹出去交货去了，要晚上才能回，我现在还没见着他呢。走，回铁匠铺看看。让一下。你连个人影子都没碰着，让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？啊！肯定是韩志山把胡麻子给转移了。我当时亲眼看到，你给日本人等候，害我们自己的百姓。我说，你害死何万定，我今天就要替他爹报仇，替全武城的百姓报仇。今天就要替这帮青林门户。给他。志山，你说的不错，咱不能让这一颗老鼠屎毁了咱丐帮，把它拖出去喂狗。爹老了，眼睛没有以前亮了。 没想到让赵四这小子把我给蒙了，你还是先去看看荷花吧。咱丐帮欠人家的，你就把他接到丐帮来住吧。去吧，谢谢爹。赵四已经死了。
但我知道，真正的仇人是韩去虎和日本鬼子。这仇，我韩志山一定会替你报。你信得过我吗？志山，爹没了。 你就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六子哥，你说马子哥去哪儿了呀？ 我觉得马子哥可能对我有些误会，醒来后怕不安全，自己走了。但愿马子哥能顺利出城。哎，过来西北兔肉，这山上能吃的也让咱吃的差不多。他娘的小日本！ 在乌城誓死，掏出来还是个死，真恨不得下山跟他们拼了，给家人报仇。咱就是没向着家伙，几片砍刀窝在这山窝子里多挨饿，去找日本人，那不是送死吗？找日本人也不见得就是送死。那你有什么招？哼，瞎子知道个屁呀！我有个法子，能弄到枪。什么法子？咱们这么活着。 还不如拼了，真有了枪，还能跟小日本痛痛快快的大干一场。你说怎么个弄法？吴城有个肥的流油的大财主文少龙，咱们跟他弄点钱买枪。我说你饿糊涂了吧？那文少龙是什么人呢？你说给钱就给钱呐。我的主意要是不成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的便。 可要是成了，你们都得听我的。我们都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，你的法子要真行，能带着我们打日本人，我第一个跟着你。我也是，咱们这十几的汉子也该有个拿主意的。好，老爷，这可咋整？ 这事儿你想怎么办？当然是先救人呀！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只要她能平安回来，我点钱不算啥。这个我知道。只是这些人都是些亡命之徒，他们当中有些人连日本人都敢杀。我是担心钱送去了，他们还得撕票，弄不好连送钱的人都性命难保。 俗话说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只要这事能办成，我把女儿嫁给他。当然，我也不会亏待丐帮的。这文家可是一向对咱丐帮不薄，现如今人家遭遇如此大难，咱丐帮理当出手相救啊！嗯，那位堂主。 辛苦一趟啊，帮主啊，我倒是有个人选，不知当说不当说啊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说。哎，少帮主为人机警，身手又好，哎，还曾给文家大小姐偷名字冲过晦气，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。而且少帮主跟文家大小姐年龄相当啊。 如果真能娶了文家小姐，那可是一张美事，说不定这就是上天给的缘分呢。志山，爹觉得瘸子这番话还真是有道理，要不你就走一趟？我觉得少帮主合适，少帮主英明神武，当之无愧啊，是不是？是，少年英雄啊，爹。 既然兄弟们看得起，那儿子去就是了。好。
这才是我韩曲虎的儿子，住手！我去独龙岗救温家小姐，要是回不来的话，你就带着荷花离开丐帮，替我照顾好他。六哥，我听说这事儿，这韩曲虎这老东西，他肯定没安好心，你别去了。不去不行，我话不是说了吗？救人一命。 胜造七级浮屠，再说我也得在丐帮树立些威信。万一要是跟韩曲虎干起来，咱也得有自己的人呢。六哥，走了。哎，六哥。 大哥，跪下！在下该帮韩振山，今天受文老爷之托，来赎人。你们要的钱，我已经带来了，请英兄行个方便。 麻子哥，房主，韩振山带小的要是回不来，荷花就是您的了。说什么呢？<笑>我儿振山就要做温家的乘龙快婿了。您这一箭双雕之计好极了，瘸子。啊。 知道自作聪明什么结果？哎不，找死！哎，帮主啊，我们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马子哥，我知道，被日本人逼上东龙岗来，都是汉子。老天有眼，让我又见了马子哥。小六子，你不跟我杀小日本人，那他要回去。 给韩曲虎那个狗汉奸当干儿子，韩曲虎不出，别说丐帮的兄弟们，就是整个乌城，都得让他给祸害了。我想我们缺的都是家伙，现在有了文老爷这些金条，我就不愁枪了。到时候杀了这个狗汉奸，我们还可以一起打鬼子。<笑>好，等我买了枪之后，我就派人。 给你送到铁枪庙去。嗯，马大哥，啊，韩曲虎这条老狗，疑心重，我要是这么全虚全委的回去，他肯定会起疑心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想我们还得再尝一出苦肉计。韩振山，文小姐。 不用怕，人，你可以带走。多谢英雄。慢，我话还没说完。走之前，你得留下点礼物。嗯。啊 振山啊，这次这事儿干得漂亮，给咱们丐帮争了脸面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少帮主是了不起。这样，今天啊，我就去找文家跟你提亲。爹，我救文家小姐，是为咱丐帮做事儿，不是想图文家什么。再说，我心里只有荷花，放着文家的乘龙快婿不做。 打算做一辈子叫花子，是丐帮养了我，我一辈子要为咱丐帮效力。
对了，爹，文老爷为了感谢丐帮，特意给了这张银票，爹收下吧。儿子，这是你拿命换来的，爹不能要，自己收着吧。行，那这山就自己处置了。 爹，我知道，自从日本人来了之后，咱们各个堂口的兄弟们的日子都不好过，老百姓的钱都被日本人给榨干了，就连咱要饭的都快没活路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帮主，我们堂的几个兄弟们都已经水米不打牙了，还有几个都已经饿死了，这事儿您得拿个主意了。 帮自己拿个主意了，帮自己拿个主意了，帮自己拿个主意了，兄弟们，志山有幸救下文家小姐，得了这张银票，理当为帮主分忧，为各个堂口的兄弟们分忧，所以这张银票，兄弟拿去分了吧，为大伙救救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事。 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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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为了救文家大小姐，还把手给弄伤了。我看你啊，是真的想去文家做驸马爷。生气了？哎，我知道，我错了，你也不会原谅我，所以特地来给你告个别。 以后就不能来看你了。我这个月底就要结婚了。傻丫头，我说以后不能来看你了，是因为结婚后我们就天天在一起了，就用不着来看你了。 说什么？我说我要娶你做媳妇。你个坏蛋！你坏！我坏不坏？不坏不坏。房主啊。 帮里的几位堂主都对韩振山另眼相看呢、啊，这铁枪庙的乞丐更是只知道有韩振山，不知有大当家的您呢、啊。现在的局势你又不是看不出来。别说咱丐帮和文先生，就是整个乌城的人加到一块儿，也抵不上日本人的机关枪。 你把这封信交给文先生，然后去武天太君那儿，告诉他商会的事情，我一定鼎力相助。是，这事儿我还真得抓紧时间办了。我要再不早点出手，韩振山真要骑我脖子上。对。 六哥，你见着麻子哥了？见着了。还有个好消息，麻子哥答应给咱们弄批枪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小点声。哥，等咱有了这批枪，咱就能干了韩军毁的狗汉奸。到那时候，我让兄弟们拥护你当新帮主，带着咱们闯江湖。站！别瞎说。
知道，你要负责把铁枪庙里的兄弟跟咱们一样恨日本人的兄弟召集起来。时机一到，咱们要让全丐帮的兄弟都知道他干的好事儿。到时候肯定有个场合战，你要带着兄弟们勤练拳。你放心吧，不过你可千万要小心，不是信得过的自家兄弟，一点风声都不能漏啊。 放心吧，六哥，我现在是老江湖了。等枪一到手，保准神不知的鬼不觉干掉韩军武。少帮主，文家老爷，请您到府上一趟。少帮主好。少帮主好。 少帮主啊，这次小女能平安回来，多亏了你呀！算起来，你已经救了我们家文轩两次了。你说，这算不算缘分呢？文老爷，言重了，我是瞎猫碰死耗子。要说还是文大小姐福大命大。少帮主，我可否托个大，喊你一声镇山呐？ 您客气了，镇山呐，我听韩帮主说，你虽救了小女，却不愿意娶她，这是为何呀？是不是嫌我文家财博世疏啊？您这是说哪儿去了？文老爷的一番美意，镇山心领了。可镇山行乞要犯出身，哪能配得上文大小姐？我这次上山真是不图什么，就是觉得文老爷。 对丐帮一向不薄，碰到难事了，理当出把力。如果我要是真是应了这门亲事，那我韩振山岂不是成了趁人之危的小人了？再说了，文老爷，您是咱乌城的首富，怎么能看得上我这小乞丐呢？少帮主真是思维周全，滴水不漏。 那文老爷，咱以后就不提这事儿了。我看用不了两年，韩帮主就得让位给你。您不能取笑镇山呐。不管怎么样。 我文家欠少帮主天大的人情啊！啊，听说上回的银票你都分给了丐帮兄弟了，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啊，请少帮主千万不要推辞。韩振山，等等，大小姐。 没事，我就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有啥事你就说呀。你能告诉我不愿意娶我的真实理由吗？文大小姐，我早就有了意中人。 你的意中人就是那个铁匠铺的荷花吧？我真羡慕他。爹爹和我就要搬回老家了，从此可能再无相见之日。请多保重。哎，大小姐，在乌城好好的，为啥要走啊？ 我也不是十分清楚，只听爹爹提及什么商会会长的事，他不愿意帮日本人做事，但又怕得罪日本人，所以只好回老家避风头了。反正这儿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
哎，六哥，哎，六哥，刚才麻子哥还是来信了，这是让开封的人听见了，那还让他？麻子哥来信了，让咱们晚上到破屋见。 枪搞到了，石头，现在你就去和屋，等马子哥。最近我老觉得有人跟踪我，我去怕不安全。快去！大管家，我知道您贵人是忙，咱就直来直去吧。 我听文小姐说，文家要搬回老家去了，是真的？确有此事。那文小姐说的商会会长的事儿，也是真的了？这事儿跟日本人是不是也有关系？哎呀，大管家，你说。 现在兵荒马乱的，连文家这样的大户都出去避风头了，咱这小老百姓身上不留点钱，那可不行啊！你们不知道此事，这可还是你们帮主给出的。这日本人呐，想请我们老爷出任乌城商会的会长。这所谓商会呀，就是把全乌城做买卖的全部集中起来，以后啊。 这日本人要是缺钱缺粮，有商会啊负责征收，就像是啊给你们丐帮的保护费。哎，没事儿，接着说。我们老爷啊不想替日本人做事儿，可又不敢得罪他们，正为难呢。收到了你们帮主的一封信，叫我们老爷啊回老家这个法子。我们老爷一想。 也不失为是一条路，所以啊，就下决心离开乌城了。您要是能把那封信拿，这银票就是您的了。看，你瞧瞧扶手车。 什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味儿了。这个，爹，爹，爹，又没规矩。说，什么事儿？儿子想娶荷花，请爹给做个主。这么急啊？这荷花住在铁枪庙，总不给他个名分，实在不方便。行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搬？ 儿子算过了，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那就随你吧。啊，哎、谢谢爹。报，不好了，帮主，文家一家十三口昨晚在山上全被杀了。啊？据说是独龙岗的人干的。怎么会？ 这文家。 深更半夜的出城干嘛去了？
妈的哥绝对不会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韩去虎，一定是韩去虎通知了日本人，韩去虎老谋深算，一石二鸟之计，滴水不漏。咱们得好好谋划一下。 一定要替荷花爹、文老爷，还有文巡报仇。感谢兄弟们来给我贺喜，啊！我敬兄弟们，来，干！干！干！谢谢张总，来，都好了，都吃好了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兄弟们，兄弟们来，走走走走走！哎，兄弟们辛苦了啊！多谢捧场，来来来，干干干！ 少帮主，今天我们实在是不能喝酒啊！我知道，不喝酒是为了保护我爹。爹，爹，哎，爹辛苦了。为了儿子这事儿，您累了一天了，要是累了就先回去休息吧。好，好。哎，爹，能不能把瘸子给儿子留下？这么多兄弟，儿子一个人招呼不过来，怕怠慢了兄弟们。成。 瘸子，哎，在这帮少帮主张罗张罗，一定要让弟兄们吃好喝好。是是是，是吧？爹慢走，哎，好嘞，弟兄们，喝好啊，喝好！爹慢走，哎，瘸子，哎，王师爷，知道？啊，王师爷，为了镇山这事儿。 您操劳了这么长时间，辛苦了。哎呦，镇山这杯酒，敬您，您务必得干了它。哎，好嘞，谢少帮主。黑达，瘸子喝醉了，来扶一下。这瘸子喝多了。哎，瘸子，瘸子，嘿，干嘛呢？ 叫上何慧云过来，快！六子哥，要不然我去那边找吧。知道。啊？出去看着点人。哎，知道了。 就你也配当丐帮帮主？躲在床底下不嫌丢人吗？出来！真山，咱们父子一场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 你不能杀我！丐帮帮主比天大，你不能杀我！玉哥，赶紧走吧，不然门口守卫来了。 兄弟们，先别开枪，等我说完再打也不迟。韩去虎已经让我给杀了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是日本人的狗。 大家还记着胡麻子吧？他就是看不过韩去虎给日本人当狗，他才要杀了他。
可是当时，因为没有证据，被韩军虎反咬一口给挖了眼睛。如果今天我找到了这个证人，石头，滚，去。哎呀，哎。 别想让我给你结了，我黄泉了。今天你就当着丐帮所有兄弟的面，把韩曲虎干的事儿，一五一十的都给兄弟们交代清楚。韩振山说的都是实情，要是不信，我这儿还有日本人委任帮主啊，不是委任韩曲虎当商会会长的委任状呢。那。 相信兄弟们都跟我一样，不愿意被韩曲虎就这样卖给日本鬼子当走狗。韩曲虎身上还背着荷花爹和文家上下十几条人命。是有这么回事。我今天是杀了韩曲虎。 如果有人认为我违反了帮规，想要处罚我，尽管来。大家听我说，我觉得振山这件事做得对，其实他是替我们丐帮做了件好事。振山的胆识和人品，大家是有目共睹。 在这乱世之秋，丐帮不能一日无主。按照帮规，镇山就是我们的新帮主。帮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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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主。 说，是谁杀了韩帮主？是我。我愿意跟你们走。你为什么要杀韩帮主？他是达日本帝国的朋友。太君，你错了，他不是朋友。你什么意思？ 这是韩曲虎给文老爷的信。太君，韩曲虎把你们给骗了，他不但骗了商会会长的位置，还借你们的手，杀了他想除掉的人。而且，他老了，我相信，太君需要更年轻、更真诚的新朋友。 何花姐，你别这样啊！六德被抓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我想他肯定有他的办法。武田大佐问你，真的愿意做达日本帝国的朋友吗？当然，如果太君相信的话，丐帮愿意继续接管商会，为大日本帝国效力。只是。 我不愿意像韩曲虎那样偷偷摸摸的做事，我希望太君能够当着所有商家的面宣布这事儿，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大日本的朋友。哟西哟西，哦，荷花姐。 你别这样不吃不喝的干等啊！万一六德回来看见，我怎么交代呀？石头，你别劝我，我是韩振山的新娘子，这个红头盖就一定要等他回来接。他走多久，我就等多久。
六子哥，媳妇儿，受委屈了。我错过了吉时，咱爹的仇，我报了。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小六子出头之日一定报答你们。 六哥，是的，你先带人去把枪藏好，然后把丐帮的兄弟们召集到铁墙庙，我也得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好。 媳妇儿，辛苦你了。你一个女人，出城不容易被鬼子发现。到了独龙岗，把我写给马子哥的信交给他。等回来以后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 兄弟们，我知道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，为啥日本鬼子把我给抓走了，又把我给放回来？因为我答应了日本鬼子，要像韩曲虎一样帮他们，而且还是大张旗鼓的帮。可我真正的目的，是要干一件大事儿。 一件让整个乌城都震一震的大事儿，干这件事儿，也许会搭上性命，所以我不勉强任何一个人。想离开丐帮的，我绝对不拦着。可是要等到明天，我接受日本人的委任之后才能走，因为明天我要杀了咱乌城的小鬼子。 为了不走漏风声，从现在开始，谁都不能离开铁枪庙半步。石头，哎，关门，大哥，咱们就这么听一个毛头小子的话，能行吗？什么毛头小子？那是我兄弟，小六子这招调虎离山，用得好。我们和日本人交火，总是占不着便宜。 他们不就有挺重机枪吗？小六子把日本都调走，这样的天子良机，我们怎么能放过？是死是活，就看这一把了。出发，拿下重机枪。说实话，进了咱丐帮的，都是穷苦出身，整天胸口拍砖，头上钉钉的耍着无赖。大伙心里都清楚。 是咱乌城的百姓养活着咱，可咱呢？
从来就没在乌城的百姓面前贴纸过腰杆儿。我相信咱丐帮的兄弟们也都是有血性的汉子。现在小鬼子都打到咱家门口了，难道咱们就不能为乌城的百姓、为养活咱们的百姓拼上一次，为自己的名声拼上一次？ 今天这场生死之战，我不勉强任何人。想跟着我打鬼子拼次命的，我韩振山从心里感激、佩服。想走的，我也不怪罪，只要以后别做对不住良心的事。就算还认我韩振山这个兄弟。 今から、嵐。超国王、ピカシアジア。じゃね。 大哥，机枪到手了，好样的！大哥，宋家伙给你抢来了！谁让你开枪的？你们听见了，小六子他们就惨了。总共有九仔，总六，还一块干人。雷兵，嗨，走上戏台，快！ 这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还想问你们日本鬼子来我们中国什么意思呢？什么鸟东西？
就算明天死了，起码乌城的百姓也会对子子孙孙后代说上一句：咱丐帮的老少爷们们也是响当当的盖世英雄。